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郝石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是一款全民游戏，但是大多数人玩起它也只是用手指划了划了手机，根本无法体会到忍者的真正含义。今天郝石就现身说法。瓶子中这个黑羊就是我郝石本人了，帅吧？如果你看不到我的长相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订阅我。如果你订阅我了还是没有看到我本人，那就说明系统出了问题，维修人员正在全力整修，你多刷新几次视频看看广告也许就可以了。先来看看个商店吧，跟往常一样，好事还是一个消费者呀，特别喜欢买东西，不管玩什么游戏。这里出现的都是刀刃呢，咱们用手挥舞之后会出现的那些效果。去第二栏看一下，这是身影哈。第一个黑影呢，就是我现在所装备的。往下翻，都怎么上锁了啊？已经解锁的有一个水泡，看一下，还行，只不过是显得我的身材好像很臃肿啊。作为一个170斤的瘦子，这么臃肿的身体，我可忍受不了，还是换回来吧。装备好的，哎呀，这样帅多了啊，瘦多了。这是背景啊，先退出去吧，咱们还是赶紧来看一下游戏吧，那才是重点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郝石友情提示一下，这款游戏充满了暴力成分，待会儿会出现水果血液四溅的画面。年龄划分等级为 Peggy 80，80岁以下的人慎看。那么一个一个的来了吧。先看第一个模式，这款游戏呢依附的平台是 Xbox One 啊，并不是什么杂牌的山寨货的平台。 OK， 开始了。竟然有一个我没有切到，感觉怎么自己的胳膊这么短呢？哎呀，这太帅了。炸弹切到的话，在这个模式下是不会死的。我人法膨大化，这切起来很爽啊！哎，够到了啊！你看我的身影是不是很优美呢？其实如果平常跟朋友们一起玩的话，我的身影是不会这么优美的啊，肯定是以高分为标准啊，就那样秀啊。只不过这次做视频，我还是多少要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吧。好，这下水果都变得很慢了。这炸弹总是这么碍事儿呢，感觉。我最后一下，非常漂亮的收场。话说这些分数都是什么意思啊？完全看不懂了。加了66块钱。好，退出，来看下一个。模式吧。那这款游戏呢，目前是没有中文版的，在 Xbox One 这个平台上，也许国行机是有吧，因为我不是国行机啊，不是国服的，所以说我只能非常悲催的去玩英文版。来看第二个模式啊 ，play。其实玩下来还是感觉有点累啊，有点想出汗的意思啊，这大热天的。你停止安装？我没安装什么啊，这个模式就是非常经典的。不能掉，不能掉！哎呀，这个不能不接住水果啊，炸弹不能切到，切到直接棍儿。感觉还是不太灵敏啊。如果是山寨货的话，那岂不是什么都认不出来了？别切到炸弹。好的，非常的甩刀了一下，砍瓜切菜，漂亮。
哎呀，让我想起来一首歌，嘿，哈，嘿，哎呀，熟了哈，啊，嘿，哈，嘿，哈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了？好的，看下一个，模式了，不唱了。我唱歌是收费的。Back， 伸一下左手哈。还有第三个模式，这个模式是什么？哎，没有滑拉道。一次性切中三个水果的话，可以加分儿。看我的手刀，这要是切到炸弹就不好了。其实这个游戏之前还是把我女儿吓哭过哈，太血腥了，她看得害怕，胆子还太小了吧。哦，这个模式我知道了啊，这个模式是没有炸弹的，你只要切就行了，然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不停的切就可以了，就是爽啊，就是让你爽的。有点感觉，有点体力不支啊。跑来跑去的，不过这些模式还好啊，我体力比较不错，对于我来说还算是比较小儿科，要是一般的选手的话，现在都已经估计话都说不出来了啊。还有20多秒，加油。这蓝颜色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水果我都不认识，猕猴桃啊，我是认识。哇，有点小累啊。时间到，这个没有最后让切那么一下。加的钱比较少，哎，解锁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还加了3000多块钱，我现在10000多了，先退出。那以上的这些模式呢，都是咱们在手机上经常能够看到的模式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，接下来咱们就玩点有意思的吧。右上角的，这个，好的。现在呢，出现了几个人，先一个一个来啊。先是这个小孩子，我觉得这个背景音乐好带感呀。好吧，这个模式就比较有意思了，大家可以看，来了啊，他就是飞镖啊，咱们要躲着这个飞镖。哎呦，被射中了一下，好，哎呀，射中我的裆了，你大爷的，射了一下手，一定要躲开啊，一定要躲开这个飞镖，躲开，非常，真的是非常什么呀？肩膀，好，哇，这还要什么都要留意着，我蹲下还不行吗？哎呀，够不着了。你大爷的，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硬，我用身体直接接飞镖，你能怎么地我啊？你就扣点分吧。再来，还是小心点。我俩，哎呦，飞镖越来越频繁了，躲着。如果是我平常自己一个人没事儿的时候玩的话，我就直接出到屏幕外头。我不回来了，哎呀，我回来了已经。我平常没这样的情况，我直接出去就出去了，然后伸两个胳膊在那儿切，他就打不到我了，这飞镖。没想到这次，哎呀，这次竟然不行了。好吧，
把我累得够呛，结果只加了21块钱啊！这个模式虽然有点意思，但是加钱太少了。我勒个去的，这还真是有点锻炼身体呢，我的汗已经哗哗的出了一斤了。来看这个小女孩喂，好吧，这个小女孩呢是让咱们躲开灯光，成为一个潜行模式哈。会啊，刚开始上来起要躲这个灯光啊，躲这个灯光。我是黑暗中的英雄，哎，拍一下手就不行啊，灯光照一下手都不行啊。躲开躲开，蹲下，好好好好好，蹲着切蹲着切，低调点低调点。又来了，呀呦，玩潜伏类的游戏，我可是高手。切，哎，俩，我去，哎呀呀。我追啊，看见了，这个姿势好丑啊，我还要在意自己的姿势啊。你还不滚，你这个灯光够不着啊。每次有那种铜锣一样的声音敲的时候，就是说明他拍到我了。什么？那五角星那样的什么猕猴桃？不是，杨桃，是吗？哎，这水果的血液溅的。好，时间到。有点累了，我都。这个模式感觉有点难啊，躲这个灯光呢，实在是不简单啊。比刚才躲飞镖感觉难多了，不停的在那儿躲来躲去，好，返回，看下一个模式。哎，错了，回去。小胖子，来吧，来看看小胖子又有什么新花样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啊，这呢它是会出现一些障碍物，让咱们就是那竹子挡着咱们切水果，还有这些炸弹都很恶心啊，就出这些竹子还得赶紧给它切了。哎，胳膊怎么够不着呢，大爷，我去，逢弹必切，逢炸弹必切。这拐了一下手刀还能专门拐上去啊，我去，难道我是故意要切这些地雷吗？不是炸弹吗？看来是的哈。哎呀，好，不错。哎呀，我去你大爷的，爆粗口了啊，没事，反正咱们这是一个成人节目，我都已经提前说过了，80岁以下的慎看，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，慎看啊。你这个炸弹，我就是要故意切炸弹的啊。切竹子，那个边上的竹子并不是碍事儿。哇，这样糊了也行啊，省劲儿啊，感觉有点略累啊。我勒个去，终于完了。不相信的人可以试试，玩这个真的很累啊。也就是我身体好，我还能喘喘气儿给大家说话，换成一般人这会儿已经累趴到地上了。不相信你玩试试，首先你得有一台 Xbox One，虽然也有一些咱们国内的山寨机，
也已经有这个游戏啊，但是可能它肯定不会有 Kinect 2.0 那么精准吧。但即便如此，我总是感觉自己手很短啊。这是扔飞镖，没扔着哈、啊。这个其实更累，你得把手给抖出去啊。不，你看，炸弹，我每次都能切中的，炸弹忍者，嘿，呀，漂亮。走你！只不过这样感觉很慢，不是手刀的性质，这是扔飞镖的性质。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！暗器之王啊！看见吗？我的手速就是这么牛逼啊！谁还敢说我操作比较差？呀！只不过这样玩下来好累啊！啊！刚才一秒钟之内我扔出了80只飞镖。时间快到了吗？我勒个去，这累死人了！这以后不做这个节目了。以前做节目累的是嘴皮子，这现在做节目累的是身体啊，累的是胳膊还。才加了38块钱。返回返回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基本上这个游戏的所有模式大家都算是见到了。唯独还有两个模式是多人玩的模式，也非常有意思。那将来有机会的话，我找我的朋友们跟大家再做吧。咱们先回到商店里头看看刚才解锁了一个什么东西啊。两只手它就识别不出来了，真笨。看看这个都没有啊，难道是背景啊？可能是刀刃啊，我印象当中是刀刃。是这个吗？好像我现在装备的就是这个吧。这火刀刃这个是，这个以前都有啊。看这个效果，这个以前都有啊。哦，是这个。水泡刀刃啊，水泡刀刃，话都不会说了。最上面的那两个就是一个是白刃，一个是红刃啊，最普通的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呢，做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吧。我也真是够累的了，我去了，待会儿得去洗个澡啊。那么好吧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身影呢？给大家拜拜吧，拜拜拜拜拜拜呀！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呢？拜拜。